比赛开始，由猛哥杂队挑战一下我们接球赛道考核官杨震对线诺言，我亲自防你，整场防你。杂哥毫不畏惧，三分线砸一个，啊！利用掩护这样砸，哎呦，哎呦，他砸的还真有点某件事，好像啊！你把某件事做到极致的时候，它也变成你一个独到的技巧和天赋。这球打进 ，and one。不防我呀！防你啊！再防你！它也变成你独到的技巧和天赋。换防。而且大家注意，场上还在不断的斗嘴。一次，板儿板儿。现在5-3，不是3-3吗？啥时候？篮板，杨震进攻篮板拿到，给到白金，白金调整一下，再出手远距离投篮，杨震跟进，进攻篮板拿到，2分打进，7-3。走走走，别传啊！干嘛传啊？砸我！假球！假球低位，又是砸哥。砸哥，一般这样的投篮方式，对方无论怎么干扰都是没有用的，只有看砸哥自己手感怎样。漂亮，白金一个加速，一步突亮，2分放进。下球！砸不传，自己打。怎么说你就砸吧。漂亮！直接砸到给场下的其他海选球员。9-3，打一个，打一个，打一个，上来打，上来打，上来打。杨震提上了掩护，曹芳撤出来，5秒钟时间，右侧收球，直接三分。他的三分球都好准，他的标准射手。马上这边看能不能还一个，这次三分没有还上。跳球啊！来自中扎基，而这边是张志颖，号称接球圈的小杜兰特。看看195公分的身高，这下篮下没有讨到便宜，杨震收下篮板，拉出来。现在12-3，杨震的 isolation 1-1到左侧，这下造成对方犯规，罚篮，12-3。第一发进，一次，别抢篮板了，防我，防我。哎，咱们球。伟力，伟力，白的球。明察秋毫，裁判。白队球，来吧，来吧，兄弟。两人不停说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相约砸一下，挑了这次。哎呦！大哥继续拿球，这次要给自己上个助攻吗？这个技术统计没有拿到，就白金的篮板球，果子哥，曹芳突一步，看看再做手递手，白金漂亮一步晃掉，2分上进。钟摆式的过人，让对方吃到苦头。15-3，背转身打，这一下，钟嘉欣是19岁的小将，有点犹豫。而这边是张志霖外线也没有命中。看看杨震，想上来直接上个身体，球出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
白队球，15-3，这真的这场比赛各位绝对接头。来了。圈粉了，曹芳，马上还一个！现在18-5，张志颖这传给队友，但错进错出还能拿回来，转身的动作非常潇洒，但是投篮短了，曹芳。再转移，非常耐心。杨振挑战杂哥，这一下杂哥使尽全力把杨振怼下来，18-5。杨振看了看，再来一次，换个人防。张志颖1-1，曹芳压哨出手，比赛结束。这是一场真正街头的比赛，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，不停地打。感谢两队21-5的比分，谢谢猛哥杂队。这世界很酷。